哇是哇，欢迎到不 OK 敛财乐园上一集哦。他们盖了一个很酷炫的空岛副本号，主要是为了怕爆盖的，想要让怕爆好好理解我们 OK 乐园前面都发生一些什么莫名其妙的故事剧情这个样子哈。但我觉得这是他们目前盖的最好最好的一个副本了，嗯，看起来挺壮观的哈。好啦，那今天这一集的话，今天的拍摄当下是8月21号，他们这个地狱门终于要开通了，听说是一个赌场的样子，哎，我们就可以好好期待一下，我们可以抽到什么有趣的东西哈。那来今天这一集开始之前，请给汪留下1500赞的喜欢，让汪知道你们喜不喜欢汪这一种，跟其他 VTuber 们一起来逛赌场，然后呢享受抽奖活动的小影片哦。帕包开箱了，帕包开箱了，来看看帕包会拿到什么道具哈。来来来，我帮你开。哇哦，鹦鹉还有河豚桶完了，他给帕包河豚桶我们是不是全部都要被帕包刺一下啦？天哪！刚刚峰峰给了帕包很多很多的烤马铃薯，他想要贿赂帕包。那接下来呢？哦，天空出现了燕妹，我闪躲一下，那我来射他一下哦。他抢走我的击杀，不愧是帕包。哦哦哦，看到黑曜石哦，看到黑曜石哦，乖乖，你会哦。乖乖打破了哭泣黑曜石，所以乖乖，所以乖乖，我的口交酒呢？别破坏啊！我的口交酒呢？哦哦，可以进去了，是不是？可以提早进去了，我们可以看看里面是什么东西了。可以进去了，是不是？往赌场好哎 ，Casino Go Go Casino Go Go， 呜，赌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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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这边有什么东西呢？酷哎，下面有箱子哎，那这边有什么东西呢？哇，游戏币兑换柜台，用两个压币可以换一个 S 币，哇哦！然后呢，建设中，还没建设好，哦，7777，然后呢，古德拉盔甲蹲下加跳，可以无敌加飞行，可以无敌加飞行，大奖只有6份。我还不抽爆，活动进行中哦，抽奖几率激增，好哎、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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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不抽爆，我还不他妈抽爆，哎呦哎呦，帕包帕包在抽喽，看他抽到什么，他抽到压狗币，真可惜，真可惜，他抽到了压狗币，然后他要再抽一次吗？他要再抽一次，他要再抽一次，他抽到了更多更多压狗币，哇，好坑哦，天哪，这个好坑哦，只有6份是不是？只有6份奖励，我要抽，我不管了，我要抽。哇哇，他给峰峰金币，哇、哦，他给我金币，但是呢，我有更多，我看一下哈，我的中介箱在哪里？来来来来，我看他们抽奖，我看他们抽奖，他们抽到了好多压币跟压狗币哦，狂赌资源，真的狂赌资源哎，天哪！来来来，你们抽到了没有？换我抽了没有？你知道赚钱这么久就是等待这一刻，我要来换一整组，来来来，我们把一整组的压币拿去换，这样子会有32个 SB。我32个 SB 了哦，你们先抽，我一抽会抽很久，笑死哎！刚刚汪汪没录到，帕帕说汪汪爸爸给我钱好啊，我给帕帕钱钱，然后我给了他4块这一个抽奖用的 SB， 那我已经不能再给了，我也想要这个很酷炫的胸甲，我必须要先自己抽到，我才能给你们更多的钱钱。汪爹养，汪爹养，好啊好啊，我养你，我养你，我养你，来来，偷偷给你3块钱，偷给你3块钱，干，我晕了，我晕了，我晕了，好，你赶快抽啦，赶快抽啦，抽完换我抽啦，真是的，来去抽，去抽，去抽，快去抽，抽抽抽抽起来，抽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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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们两个都害羞羞的房间，来来来，你抽你抽，我看看你怎么抽，他又是抽到了压狗币。好多好多压狗币哦，又是压狗币，我钱通通拿去给他们换压狗币了，天哪，好可怜哦，好可怜哦，哦，峰峰你好可怜哦，天哪，哦，峰峰你怎么那么可怜啊？来，峰峰加油，峰峰加油，抽抽，然后呢，抽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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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哦是哦，他要闪7次，他要判定7次，我们才可以拿到那个东西哦，哦哇哦，哦这个机制 ，Oh no， 他们在抽奖哦，他们在抽奖哦。他们抽得很开心哦，要换我抽了没有？抽抽抽哦，抽得很快乐哦。哇塞，哇塞，乖乖你疯狂给钱啊！哦，乖乖，乖乖你疯狂给钱啊！哦哇哦，乖乖，说好的压压币有数量上限呢？乖乖，说好的压币有数量上限呢？发钱怎么能没有我的份？哇塞！你现在这种管理员职权在搭讪女孩子，看我这种喜憨人在搭讪女孩子，你直接拿
你直接拿管理员全身在那边掏钱出来，乖乖，你这样可以吗？你没有问题吗？我都看在眼里哦，你刚吐出来那个好几组压压币哦，我有说不设限哦，哦，好哦，好哦，好哦，天哪，我也想用管理员全身爬妹妹，我也想用管理员全身爬妹妹啊，乖乖，天哪，大爷啊！大爷啊，你大爷啊！天哪，真的你大爷啊！没事，没事，没事，乖乖，问号问号，我们都看在眼里了，我们都看在眼里了。你刚刚给他好多好多的压币，管理员啊，管理员啊，什么东西？哎呀，还装傻、啊！我刚刚都看在眼里，你刚吐出多少压币？你自己说，乖乖，你自己说。好，好，我要来给管理员压力，乖乖，见责有份哦。你刚刚说你掏出了多少压币给可爱妹子们？我也要压压币哦。虽然我不是可爱妹子，但我要压币哦。我刚刚看到了，我看到了，我跨掉了，我跨掉了哦。入园福利，我怎么，我怎么觉得我的福利拿的比较少？我怎么觉得我拿的福利比较少啊？我都看到了，我刚看到一整坨，一整坨压力掉地板上哦！天哪！哦，峰峰也说了，哦，乖乖偏心哦，今天有补贴补贴，好，好，好，我去拿我的补贴，我去拿我的补贴，但我先抽，我要抽爆！哇，乖乖发钱啦，乖乖久违的发钱啦，让我看钱钱，我看看，五块钱而已，五块钱而已，有够少天杀的。好啦，终于轮到我抽啦，先来个22抽吧，来看一下头一个进去，1、2、3、4、5，哦，那这样子的话，哦，其实回馈有点少，有点少。哎、欸，那如果一次丢两个呢？看一下它会不会系统机制判定时效之类的，哦，他还是会继续弄哦。哦，好，那一二三，看一下，这样三连抽呢？来看，我看到一个最底灯的，最底灯的，我要看到最底灯的。我刚投了三个哟。哦，好，他这个红石做的挺好的啊，他这个会慢慢计算哈。好了，那最后那一个感觉就是有刚刚外面这个很庞大、很厉害胸甲的地方，汪抽到的话，汪再跟大家说，看看我会花多少钱哈。哎呀，真的是狂赌资源啊，来来来，再丢个11个进去。这样子计算是要判定多少次啊？ 1、2、3、4、5、6，这样子是2×2×2×2×2×2×2的6次方。大家可以帮我计算一下这个几率到底多低才可以获得这一个很棒很棒的胸甲吗？我懒得算。对，大家很棒，大家数学，大家都是数学高手，对不起，汪很废。目前我最多就看他闪过4次而已，没有超过5次欸。这个中奖几率有够低欸，这个没有问题吗？大家有那么多钱吗？大家没有那么多钱吧？这是给我玩的吧？天哪！再抽，再抽，再抽，抽爆，抽爆！好了，汪汪大概先抽了两组的压币，我有机会再抽哈，因为我觉得今天这一集如果要把它抽出来的话，我应该要等很久的时间，我必须要先出影片。我看下一集要不要把他们出来这个样子哈。你看，怕爆他好像要去峰峰的领地了哟，我们可以来参观一下峰峰的领地这个样子哈。哦，是窟窿，是窟窿，哇，管理员，管理员，我去，哇哦。然后呢，他要来峰峰家这边看一下吗？峰峰家这边蛮漂亮的哦，是跟他跟那个抹茶一起建设的这个样子。我们有机会可以再来看一下这个样子哦。哦，这个是粉红色狐狸哦，可爱的粉红狐狸男孩子哦，酷哦。参观参观，怕爆参观中，哎，看看那个抹茶还有峰峰他们的建设。嗯，是一个和风地形的感觉哈。然后目前这边空旷的，他该不会是想要来这边发展吧？哎，这附近的话还有一个那叫什么东西啊？热带海洋地形，有很多珊瑚块可以挖吼，还不错的地形这个样子。好，他好像已经想好落脚处了吗？我们一直跟着帕包看看，帕包是不是很喜欢这个珊瑚海？他是不是决定要定居在附近了呢？嗯，哦。管理员，你就这样传送，你快速度怕爆，你这个变态，我看到了，我都看到了，管理员，我录到了，我录到了，哇哇，贴贴贴贴，好害羞，太高兴了，飞起来了。好啦，那今天这一集我们就是先去看了一下他们的赌场设施哦，就是那个地狱门，那也看到乖乖是如何花大钱讨好这群可爱妹子的。可恶，我没有无限的钱钱，我只有有限的很多钱钱。那今天就这个样子，留言说车哎、欸、乖乖，感谢各位收看，拜拜。订阅汪汪大战汪汪。
桶爆铃铛，真是汪汪，觉得香香，记得分享，协助汪汪，煮点母汤。